要踩来，动作开始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一手就压上去，一手慢慢对压上去，把你刀子到哪里，手到哪里，慢慢。因为你压着它才比较不会打。哎，你讲两倍，我三倍哦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家你家，大叔拢在教你看。你也无多少法国啊？马健，伊叫咩去啊？我谁说一定要住化狗胎？你把板子压了以后，大气一段一段来，不要那么细，那么细化了那个线会不漂亮。哎，线会不漂亮。对对，这样才会漂亮。对，大气一点，画到底。哎，这样才会漂亮。对，这样才漂亮。哎，没关系，有师傅在这里，你还怕什么？师傅修改了。对啊，因为你如果一段一段的话哦，那个布哦，布边不会漂亮。哦，对啊。哎，一下子杀，他们都好几次，两三次就把它画完了。哎，他们厉害啊。没啊，我们就慢慢要学这样啊。要学那个，至少不要歪掉。最重要是压紧，然后对直了，对准了以后压直。压紧，啊！因咧开画廊，开画廊诶，像当时啊，学生的表背吼，多少要表，哎，以后搞不好有机会会这样。就是无可能，是讲知道了解，会做啦。会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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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一定要自己来了解一下。好，大气，好，一段一段来，一段一段来。拉长一点，哎，拉长，压重拉长，哎，再来一段一段来，再来，好，好，画到底，可以了，哎，越来越漂亮了，你看看，哎，哦，是哈，伊有啦，伊即马有咧用赖啊，伊即马足赖对吧？我知09362924000啊。你改用迄个 QR code 的，摇一下，摇一下就好了。它这样是维持那个距那个空间一点点，然后就一直往这边拉，一段一段拉过去。他们就是很厉害，就是那个线弄得很直，然后那个间隔弄得刚刚好。哎，然后再一个，哎。贴齐了以后就画快一点点。就是要胆大心细哈。其实做起来会很有成就感。你看，你你我两三就有搞吼，哇哦，好畅快的感觉。老师会做。我会讲。我会讲。老师出一个嘴哦。我会讲。哎，那个会讲话的，哎，最轻快了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师专的时候。毕业那个期末都要成果展，成果展，作品都是自己裱，然后尤其是干部哦，大概三五个人都要裱数百，将近100件左右，然后材料买，我们还裱过用纸的纸裱的，哎，某年啊，博龙做啊，哎呀，那个便宜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做啊！哦，要花莲子。然后我追女人，就这他们这啦。哎，这何老师。